叫陈小希，他叫江晨。江晨吃包子。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。那我就想想办法。要不然我来陪你啊。你陪我更害怕。喂，你怎么是这？哎，江晨，这儿还有一只。不要。有人。谁啊？我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去？那祝你成功。不去了，我想学医，也想留在他身边。不想再喜欢你了。你能来找我吗？陈小希，我们和好吗？我和你们不一样，从小我就是个唯一的人格，反正谁都会走，但陈小希，他一直都在。你真的觉得错了？想你。